你仍然是咁本事。黑色的风，白色的云，我已经决定用什么土壤子弹对付你。界嘅海洋，我个名叫做花宝啦，系个引渡者，终于到抵达海洋嘅尽头迪洛斯。不过佢哋嘅旅程并唔系咁容易就完结，前面会有更大嘅危险。混沌。全体人员撤退，即刻返去潜艇度。小爱、小优，快啲带黎莎走。黎莎，醒下啦！黎莎，黎莎。你醒翻啦，阿峰！唔通佢哋想喺呢一度战斗，好似十二年前一样？黎姐，得唔得啊？嗯，要快啲离开先得啊！呢度好危险啊！我哋都系快啲走啦！我始终都系唔识得点样去处理。爸爸、妈妈、小优，啊，你喺度做咩啊？过嚟帮手啦！你听住啦，如果今日你唔可以变翻做以前一样嘅话，我就唯有令你好好咁瞓翻觉。唔喐嘅，阿金，做咩啊？发生咩事啊？哎呀，原来你支魔枪真系坏咗啊！系咁一直以嚟，佢点样喐噶？黑色的风，你真是几本事，只不过现在被混沌利用帮他成长的你真是不似样，你都是听下我这首浓雾演奏的协奏曲，好好地睡觉。
白人的演奏会。今天闭了古巴，好久之前发生过同样的事，那时我终于去到混沌，然之后小优不是跟幸福了一起回来的，可不可以用珍美去找他啊？司徒，珍美现在暂时不可以出去住的。我先生跟我说叫莫古里的怪人都不见了，怎算啊拿夫？现在这情形出去外面会很危险的。拿夫，你不想着小优了？我用我的意思啊，喂，我们暂时将珍美他洗去安全的地方先，到时他幸福了同阿路飞上天去找他，到时就算他死都可能会没用的。小爱冷静点，为什么这么大雾的？有古怪，为什么这样的？我怕了。哎呀，魔剑士，而家你哋心灵嘅鼓动会帮助混沌成长嘅。真系激气，呢班人真系麻烦。好啦，就等你哋永远迷失喺深海砌图里边啦。别试图，白雀大人。别试图，你又真系冇用嘅。对于白雀大人来讲，飞行术有几重要你不是不知道的。不过都好彩，混沌仍然可以继续地成长，但是就我好难做的，你成日做嘢自把自为。我自把自为，但是这样白雀大人，我一直都以为引嗰班人去迪洛斯是白雀大人的主意来的，难道是？我已经好饱了。你个魔剑士啊，放心，看来没有生命危险。你们中了白雀的诡计。什么话？眼见的事有时未必全部是事实的。你们的心情会帮助混沌成长，恐惧、憎恨、迷惘和哀伤。人类这些负面情绪是混沌的粮食，还会转为能量。而白雀的真面目就是混沌。即是如果我们越觉得不安和恐惧，白雀就越开心，那四战将他们攻击我们，目的都是想令到我们情绪不安，令他用魔枪也是为了同一目的，他当然是利用来喂饱混沌的其中一个重要工具。是这样，你上次突然来我们基地的目的是？是阻止他用魔枪？不是啊，祖桑，你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等等啊，其实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自己的世界都是被对方消灭的，为了阻止白雀再这样做，所以他接近白雀。是不是这样啊，魔剑士？跟我们一起作战啊，只要众生存着就会有恐惧和不安，但是人的内心可以克服这些情绪，发出生命的光辉，这些就是我们生命的全原理了。你说对不对啊？你们这帮人绝对不是白雀的对手。难道要我们好像缩头乌龟那样躲起来？是这样，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你的说话？你们快点走，走得越远越好。看来我们除了信你之外都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好多谢你。Thank you.
白雀大人。嗯，我带咗个客人嚟，你睇下系边个？哎呀，佢第二次嚟我哋呢度噶啦噃。系你，终于翻嚟啦。哦，白雀大人，唔好意思啊。已经到咗小食时间噶啦。有糕点食啊，真系时间啱啱好啊。今日嘅糕点系哀伤同妒忌，我哋仲加咗啲焦躁元素落去添。我唔觉得肚饿啊，俾嗰个细路食啦。哦，但系呢啲食物系我哋特登为白雀大人而做噶、啊，系唔可以俾冇关系嘅人食嘅。啊，爸爸妈妈。点解会咁噶？快啲啦，司徒，我哋快啲出去搵翻小优翻嚟啦，快啲啦！你等咗阵先啦，而家真俾浮紧上去能源乌龙到比较低嘅海面啊嘛！太慢啦，我要快啲啊！如果升得太急嘅话咧，真俾可能会变成碎片噶。哦。唔好企喺度啦，你都入去睇下佢啦。阿露啊，咁嘅，我谂唔知莫古丽佢有冇咩事咧？嗬，会冇事啩？啊你嘅气现术可唔可以吓感应到土壤嘅声音噶？土壤嘅声音，嗯，嗰次俾蓝色能源壶控制嘅召唤兽，我喺佢身上听到好多土壤发出嘅声音。当时我感觉到啲土壤就系俾混沌毁灭咗自己世界嘅人所牺牲出嚟嘅生命结晶啊！生命嘅结晶啊！我想风先生好可能都是为了那些牺牲了生命的人才不断地跟混沌战斗的。为牺牲的生命而战斗，一个人战斗。用我的土壤，用我的土壤，用我的土壤。诺达，风先生，白色的云在哪里？为什么你在这里要这样做？我已经得到了混沌液的能量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会有大件事发生这样的。好了，心爱妻徒，你再一次启动吧。我等了你很久了，没件事。你似乎一直都不是很认真应付每次的战斗感、啊、但是我都是个不是那么容易就死的人来、啊、你斩我几多剑都是没用的。更何况我已经收集了所有奥米加的晶体，而且还将他们送到白雀那里了。是不是被我吓亲呢？居然在你监视底下都可以做到这么多你不知道的事。混沌，混沌他成长得非常健康啊，大人。这些是什么来的？这些是奥米加的晶体。奥米加？冇错，是我一件会将任何嘢破坏嘅玩具嚟嘅。玩具？奥米加系啊？
只要奥米加成功合体，到时唔止异界，连外界都用嚟摄取混沌嘅能量。原本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奥米加，我们只要用这个装置就可以自由控制到它了。做得好好啊，继续啦。咁即是说我连可以控制奥米加的飞行水都送埋喺加迪金城堡的八爵度啦，再加上你出现捣乱，就连深海制度得到从未试过咁多的能量啊。你真是太过多口了，啲石头。现在你做乜嘢都已经太迟啦，嗰个系咩嚟噶？点解话个空樽嚟嘅？都话咗饮完嘢嘅空樽要还翻俾人噶啦。你做点啊？我变咗佢嘅模样。演奏啦，必是图。洁白的狂想曲，哎呀，大人，你看奥米加的晶体突然消失了，发生什么事啊？由于深海砌图启动，所以传送了另一个地方。嗯，快点送回他回来。不过深海砌图已经不再存在了，白象，为什么会这样啊？只要这样看，是魔剑士瞒着我们做的手脚噃。啊，哼，咕咕咕。嗯？啊？在天上面有巨大物体降落紧啊。是敌人，大家准备作战啊。气氛好可怕。是加迪金城堡，是白雀他们，他想攻击我们啊！激气啊，赶不及避添。演奏啦！白夜嘅四重奏，啊！魔剑士佢救咗我哋。快啲走！啊！尤其是你添啊，魔剑士，是白象。吓，佢就是白象。原来白象是个细路嚟，你扮乖仔都扮咗好长时间啦喎，魔剑士。唔系啊嘛，你以为你可以赢到我咩？他的气息好恐怖啊！我觉得你们这班人类好讨厌，所以我要食晒你们。我觉得看你流失好快啊！我连企都企唔起身。为什么会这样的？白色的云。妈
少。